Yo guys, welcome to News in Chinese, Slow and Clear. Today, 新闻的主题是鲑鱼之乱。当很多国家还在为了新冠肺炎烦恼的时候，台湾政府为了帮很多人改名字而烦恼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最近有一家很有名的寿司店推出一个活动。如果你的名字有鲑鱼这两个字，寿司就可以免费吃到饱。这个活动一推出，超过300个人跑去改名字，就是为了要吃免费的寿司。在台湾，改一次名字只要80块台币，大概3块美金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跑去改名字。目前活动已经结束，可是讨论还是很热烈。有些人觉得不应该这么贪心，也有人认为不应该浪费社会资源，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省钱的方式，只要不要浪费食物就好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。你会不会为了免费吃到饱去改名字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